这球击出去，在中线的一个位置弹得出去，中间方向的传与安打，不是安打就是保送。野上的跑者启动，而这个球传出去，哇，保送。这个没办法，在本垒这一边呢是一个四外球保送，垒包这一边是出局，就是挥空的话，好，来看一下场上的状况，这个球打得还蛮扎实的，在中外野的一个部分，中外野球扑下去、，nice play 到垒包的跑者身上，冲回去了，王一磊这边来传，传到哪里去了？哇，那泰勒这边要来补本垒，结果是三垒手王威成来补本垒，这个球那个回传来不及的 save， 那三垒这边也闯空城。哇，垒包上边这一边呢、稍微有点点出现沟通上的问题，因为岳振华这边的精彩 nice play 是抓到了第二个出局数，但是垒包上的跑者要往回去的时候，回传球是传歪了，要往一垒这边传球传歪了，这是一个失误。再来看一下岳振华的精彩美技扑接，哇，100分啊，但是这边的话就是哥哥没有处理好了，是岳东华把球传到哪里去了？因为看到一垒这边垒包上面是完全没有人，所以他第一时间的动作也不知道要往哪传。